六哥在这个1111新媒体公司的卧底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。那我们这次卧底呢，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啊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惊喜和惊吓哪个先到。但是哎，我们六哥凭借自己聪明才智、命硬，以及勇敢和黑暗势力做斗争的这个勇气啊，终于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，让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。哦，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三班岛上相聚了。对，下一次要去另外一个宇宙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吃的，大家可以尽情吃喝。可以开始了哈。能吃吗？谢谢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为了对这个三班岛做一个告别啊，也是准备了一些小提问和小环节。首先第一个环节是，关于我们在这个1111有什么深刻的回忆？我老多了，在这个岛上确实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。你以前挖过尸体吗？没有吧？我的妈！以后也不会，希望以后不会。